下来登场的这一对呢，这个也算是有缘啦。当初 PK 的时候相遇，对不 对？然后那时候你看到他的现场演唱《胡怀浪》，就觉得，我觉得我肯定输了，有一种不如归去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哎，放轻松唱。所以哎，上次分数好像也还不错，也还不错，有很棒很棒。听说好像合作之后，他还有教你新的发声方法是吗？没有，就提供一些意见了，不敢说教，就是交换一下意见。比如说也教我们一下，我们也很喜欢唱歌啊。哎，没有，大概是什么方法？没有，就是可能不用太花俏啦，对，有的时候可能容易想要一次放太多的东西在里面，可是如果想要做出来一些层次的话，其实可以不用那么用力。淡定系歌手，果然他讲的这个真理啊，就是那个动画电影《功夫熊猫》，他爸不是一只鹤会煮阳春面吗？后来他就问他爸说，你到底加了什么秘方，为什么我们都煮不出来这么好吃？他爸就说，我什么都没有加， nothing。然后呢，熊猫吓一跳说 nothing， 他说对 nothing， 中国人啊，无即是有，千万要记得这样的禅理，好不好？加油啦，没问题，看你们练成啊，功夫熊猫。 好，一起来看一下他们合作的情形。2000年，林凡以首张专辑《一个人生活》崭露头角，备受乐坛瞩目，也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。而近期则再度推出新作品，化身撩爱歌姬，优美的嗓音抚慰了不少都会男女的心。在前两周来星光舞台踢馆时，林凡挥洒自如的演出不仅获得满分，也让与他对战的胡怀浪深受激励，唱出24分的佳绩。24分？嗯哼，你怎么了？你整个要昏倒的感觉。对，不可思议，因为能跟林凡老师啊，可以遇到这样看到林凡本尊发片的歌手，还可以 PK 啊，跟他 PK， 太开心了。继上次 PK 后，这次两人从敌手变成伙伴，要合作演唱的就是难度极高的《一个人生活》，而 key 的问题让两人有点困扰。如果要唱的话，可能 key 对于我来讲可能稍微高了一点。对啊，我想 key 应该是最重要的吧。所以可能就是，要不然就是你迁就我一下，还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有问题。林凡不仅全力相挺配合怀浪的 key， 也以原唱人的身份指导怀浪如何能比较流畅的演唱。在记忆里，这边可能就不用，就不用唱，直接记忆。一个人，因为你有生活。这个地方，因为你多了几个音，因为不唱那边它是一个表情，多了几个音，所以后面那个在就不用唱了。经过跟菲拉老师的讨论之后，原来的担心现在都已经消失了，因为本来我担心 key 会不会太高，哎，结果讨论完之后就是降到了 A key， 然后比较适合我唱，但是我就说，哎，会不会菲亚老师不好唱啊？哎，没想到他也可以，用他的方式帮我和声啊，然后加一些即兴的东西在里面，所以我真的谢谢菲亚老师啊，那么帮忙。在窗外轻轻摇动，人行道没有行人走过，原谅的夜里让眼泪
习惯一个人生活，在记忆里面擦去你的承诺，爱你怎么会是这个结果？便打扰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破坏什么的感觉哈。好，这一组的这个对唱啊，因为其实刚刚在这个前一段广告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林凡他非常认真的还一直在带领着你，他们俩还在小声的练唱。那么他们刚刚的表现，建宁老师觉得如何？我觉得我很佩服制作人了，把你们两个凑在一起是有目的的，因为其实这个怀浪，你很多很多的优点，像刚刚很多老师都说，可是你唯一缺的那一点就是林凡。他拥有的那一点，就是你在唱歌那种自然跟随性，而不是很刻意去强求。我觉得你今天呢，在我觉得林凡他很适合当一个催化剂，你知道吗？他把你的那一块自然感催化出来了。那这个歌呢，我觉得跟上一个歌可以做一个比对，跟大家上一些音乐教室啊。因为其实你们选择都是独唱的歌曲，所以呢，如果是独唱的歌曲的话，一定势必有人牺牲了。像今天这个状况，其实林凡牺牲了，因为是怀样的 key。所以你其实呢，你的负荷比较没有那么的重，反而倒是林凡呢，他在副歌地方那个 key 已经超越他的 key， 他必须要唱你的声部，所以他的辛苦是你的两倍啊。那可是我觉得你们的合作这样是很好的，就是说，一定是要有一个人去扮演牺牲的角色，去辅助另外一个人。那因为今天你是主角，所以你来支撑主旋律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合理。相较于这个上一组的话，我觉得你们这个是在这个声部的配置上面就非常非常好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要好好谢谢林凡了，因为他连续两次给了你很多的教育，也很多的成长。那今天在你身上也看到了，很棒。谢谢老师，建宁老师。可以透露吗？你大概会给几分？我应该会给5分。哦，不低的分数。那么，胡怀浪好好表现一下，你要跟他说。没有，我要谢谢你，没有真的，这个我很高兴你选了我的歌，还唱这一首。没有，这首歌真的很经典，我必须要选。对，怎么有一点奇怪的氛围啊？你要跟他说，我要跟他说那个非常谢谢啊，这个菲亚老师。那因为今天其实我为什么一直 I love you 一直在跳江按不出来？因为其实我今天其实一直还蛮担心的，怕说没有办法帮到你，因为其实这首歌要把它变成合唱，还蛮不容易的。我是希望，当然跟你的表演是可以为你加分的，所以希望今天有可以为你加分到。一定加到分。谢谢。两位是否坠入情网？请看下一期周刊呐。好，我们也不知道啦。
到时候有没有拍到他们偷偷去这个夜游吃饭，要请老师吃个饭啦、啊、对对对，好不好？我也觉得应该是、啊、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啊，好，哎，好，算是在节目中拥抱比较不愿意分开的一对啦。好，那么下一对呢即将要莅临现场是陈克斌跟倪安东，马上回到现场。